有一个奇怪的男的在看着我们呢。我有招惹到谁吗？我觉得我们对克洛因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太放任他了？应该对他更严厉一点。尽管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可是他也救过我一命哎。Is this a race? 这是哪里啊 ？Keep up. How many times are you going to get pissed at me this week? That depends on you and how well you do in this phase of the test. Welcome to American Rust, my home away from hell. 这是他的大秘密基地。It suits you, Max. Do you know how awesome this is? I get my best friend back, and she's also supersized. We don't know for how long. Exactly why it's time to have fun. 好漂亮的地方哦，美国地就是很大。David might be a douche, but you did steal his gun. Is everybody armed in Arcadia Bay now? Only the ones who shouldn't be, like Step Dildo. Until now. I'm not in the revolution yet, Che.You are the revolution, Max. So we should figure out how to best use and abuse your power with a test. 他为什么要带着枪？很恐怖哎。Drink? Yuck. You are so cute. You haven't changed a bit. 我也不喝酒。18岁喝过一次之后，就从来没再喝过。Beer and guns. Nice combo. You can handle it. Now go find us 5 bottles, pretty please. 他要去找五瓶是不是？我要去哪里找五瓶啊？我现在就可以动了。好啦，我们要找瓶子，我猜它应该是拿来射击用的，对不对？就好恶心哦。Aw, poor thing. They left you here all alone. 这也太旧了吧。我们好久没有看我们的日记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日记好不好？看一下日记。我们上次看到哪里啊？目标我必须找到5个瓶子，我知道。我们看一下哦 ，Joyce， 这是我们还没有遇过的人物。里面这么多人物哦，其实算蛮少的。这游戏总共5个章节，那我们只差一个人没有见过了。Joyce， 5年后再次和 Joyce 普莱斯交谈，就像是看到克洛伊一样紧张，尤其是在双金餐厅的时候，漂亮的银质餐具和热腾腾培根让我想起我的童年。当时父母一起去那里吃早餐。我记得他总是对克洛伊微笑，就算是恶作剧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怀疑他现在也在他的狂欢中，狂欢是什么？狂欢中微笑，但他们仍如父母般互相扶持吗？互相逗乐。威廉死后不久，我搬来西雅图，这件事不要影响哦，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太对 Joyce， 不会影响太多。我很高兴他没有唾弃我，毫不留恋地离开故地。我仍记得我与克洛伊和他见过的最后一面。我想知道 Joyce 会不会经常重现那一天呢？这是回溯最坏的一种，你控制不了他。但如果我能够回到那一刻，我会怎么做呢？我发现这边翻译不是翻得很奇怪，就是我语文造诣有问题。我只能想象 Joyce 是什么样子，最后和David 在一起的，就是他的继父，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在一起的？谈谈另外一面吧。你知道他爱着他，虽然听起来很让人不安，也或许他只是想让自，或许只是他想要让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但显然克洛伊并非如此。我希望他们能够对他很好。Joyce 应当被什么东西？被这样子对待吗？这里是我们的日记，我看一下哦，星期二哦，序章星期一，我们现在来到了星期二。星期二有几页啊？这里有看过了吗？有点忘记有没有看过哎，好像没有看过这些，对不对？没有哎，我发现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字哦。如果 Bob 们想要自己看的话，你们可以按一下暂停，因为如果念完的话也会拖太多时间，所以我在每一页差不多停留5秒钟的时间。你们想知道里面有写什么字的话，你们可以自己按一下暂停。那我在剪辑的时候，我自己会把这些字全部再重新读一次，让我更清楚现在正在演什么东西。我好喜欢这个他画的这个画，这是 Kate 对不对？画的好像小松鼠。
然后他们现在跑去餐厅里面吃饭的地方，最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一下子发生这么多戏剧性的事情，而且我的早饭还有克洛伊终于出现了，这是我们今天 episode 玩到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要让凯特，不是，我们不是要让凯特，我们要让克洛伊开心一点。然后在进去那一本日记的时候，我看到酒瓶了，不会拿不到吧？Stupid bottle. 倒带。我该怎么啊？拿这个垫脚。哎呀，所以如果弄破的话，这边如果少于五个瓶子怎么办？站上去吧，不会跌倒吧？拿走，拿到了。一个瓶子，放包包。Hello, bottle number one. One more to go. Bottle number one. So sad to look at a grounded boat.I wonder who owned that and where they are now. 台湾人很少买小游艇，对不对？小游艇，但是我们老师有一个小游艇，之前他有请我们去他的小游艇上面度假。这个是什么？一件衣服。This is the scariest thing here. 小红衣，就我觉得这个才是那个旧娃娃才是。哦，还有没有瓶子呢？也许是在这栋建筑物里面，去里面看一下吧。This looks like a graffiti museum for Chloe and Rachel. I bet I can find out more about Rachel here. 她叫做 Rachel 啊，我忘记了那个女生的名字。手镯。That kind of hurts. 啊 ，C 是代表克洛伊 ，R 是代表 Rachel。所以这原本是他们两个的小天地。上面写什么 ？I don't want to intrude, but.I was here. Chloe was here. Rachel was here. 他说，克洛伊曾经到此一游 ，Rachel 曾经到此一游。我可以写上我的。Now we're officially a trio. We just have to find Rachel. 我写上去了。他说会影响到一些东西，不管。要啦 ，bitch！ 这是他们画的吗 ？Rachel 好强哦。你们看见 Rachel 的分数，好漂亮的地方哦！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瓶子，上面写什么 ？Ouch！ 他看到上面的字，然后之后觉得自己受伤了吗？啦啦，上面是写什么 This way， 什么啦啦啦。I want to die. Jeez, who wrote this? 谁写的？这个是拿走 ，bottle number two， 两个了。Boom, only three bottles left. 这边有一张传单是什么东西啊 ？So Rachel did go to a Vortex Club party. This flyer is dated right before she disappeared. 前一天的时候，总觉得跟那个俱乐部。也脱离不了什么关系，有录音带呢。Rachel songs. I wonder if Chloe would ever make me a mixtape. 这是 Rachel 唱的歌吗？我可以拿着吗？不行，刚刚沃伦有寄简讯给我，看一下哦。上面是什么？我们好像有跟他约要看电影，对不对？我看一下哦。这是我哪一个简讯没有看过啊？我要变成人员了，我们应该5点离开一辆车。当然，我会在那里，会在你的新车里面。我们必须，或许我们该吃点东西。不管怎么样，冲啊，人员！太晚了，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可能要看英文的时候我才能看得懂。包本看得懂他在讲什么吗？可以留在下方的评论让我知道。I can't see Chloe playing with makeup. 他。不常化妆是吗 ？They really were besties. That could have been me instead of Rachel. 嗯哼，这边有一本杂志，好像都没了哈。Welcome to hell， 欢迎来到地狱。这是他们的
两个人的爱的小屋，哎，开始有点怀疑克洛伊的性向了。这里是还有瓶子吗？没有瓶子。这边有汽车的残骸。All this rusted metal makes me feel serene. Am I morbid or just goth? 嗯哼，这个呢？I could use this board as a bridge. Doesn't look too heavy. 所以我现在是要怎么样？那边有个椅子，那边有个酒瓶。I bet I could get on the boat from a higher location. 所以我是要怎么上去啊？那边有个椅子，那边有一个板材，这边有一个注射剂。看一下哦。Oh, gross! So disturbing to see old syringes on the ground. 感觉就很不卫生。也许我该从另外一边爬上去。这个是弹壳。Those shells look fresh. 不是前几天的时候，克洛伊在这个地方玩枪吧？可以从这个地方爬上去吗？好像可以哦。爬上来之后，我们把这个板材拿来用。哎呀 ！Way heavier than I thought. 哇！我们只是为了拿到那个瓶子，为了让克洛伊开心，别让克洛伊不开心。拿走。三个瓶子哦。Three down, two more to go. Talk about finding a bottle in a haystack. Hi。这个椅子我们会用到吗？可以坐下哎，休息一下，坐在最上面。Although this junkyard is alive, 垃圾场在最上面。I see why Chloe hangs here. She's a steampunk. It actually feels like Chloe and I are kids again. We're hiding out and plotting our future. 一种气氛的感觉吗？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Despite all the chaos and bullshit, I feel so giddy hanging out with her again.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想要的一种秘密基地，对不对？ Like we've both gone back in time. 好像只有几个人知道自己知道，然后在这种没有人的地方玩耍，感觉好棒哦！好吧，我们还有两个瓶子要找，瓶子，绕了一圈了，科威跑去哪？就把我丢在这个地方找瓶子。前面有足球哎、欸，哦，是美式足球。Bigfoot 应该是他们的美式足球的队名是吗？这边有一些危险标志哎、欸，往下走。嗯，弹壳。啊，克洛伊你在这里。I have to find dirty ass bottles while you chill. Not fair. I have to prep the range, crybaby.And I've been tripping hard about where you got this rewind power. From God or the gods. So, bow. We can make the world bow. Are you ready for that? Nope. No way. I still don't even know how my power works. Or for how long. Dude,、mm-hmm. you fuck shit up, you rewind, you fix it. Drop the mic. Boom. Spin, rinse, and repeat. I'm just altering time and space. Oh yeah, and history. No biggie. You already altered history by saving my life, smartass. Let's see what else you can do. 开始有点后悔救克洛伊了。我发现，当还记得我们第一集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只蓝色蝴蝶吗？那只蓝色蝴蝶所代表的就是，那叫做什么？蝴蝶效应。蝴蝶效应的意思就是改变一点小东西。No way. I totally remember going there when I was a kid. 就会影响到很大的东西。Now this, I know there's a bonfire spot where people party around here. Oh, so yeah, 我们第一次改变时间的时候，除了我们自己的相机以外，就是克洛伊没有被杀死这一件事情。所以如果克洛伊因为克洛伊没有被杀死而造成小镇 rest in peace， 而造成小镇会被毁掉的话。如果我们要修补这样子的错误，是不是最后克洛伊会需要 ？I wonder how many generations of fashion went through that washing machine. 需要把哦，松鼠需要把这件事给收回来。这是松鼠的家哎，这个瓶子我拿走，这是我的瓶子。One more bottle to go. 最后一个了，我要去哪里找最后一个啊？汽车残骸。
I wonder if Chloe thinks about her father when she looks at all these smashed up cars. Oh, Kate 传简讯过来了，怎么了 Kate？我真的很需要朋友，而且你做到了哦。这是 XD 吗？看一下啊、哦。嗯，一直都是你还好吗？晚一点想喝茶，当然四点之后我都很。这个是九月二十五啊，这里。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Max。没关系，那个人是混蛋。Max， 很抱歉打扰你，寻求建议。我猜我除了享受世人对我的录影带之外，不应该做任何事情。Kate， 那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让你小心。我猜太晚了，但是很谢谢你今天接我的电话。啊、我真的很不希望 Kate 做出什么傻事、欸。好了，我们还剩下一个瓶子，在这么大的地方要找一个瓶子。Wow, that looks exactly like the same doe from my tornado vision。那一只鹿，跟我身上的鹿，等等，它跑去哪里 ？That doe is the perfect photo op。我拍到那只鹿，不要走，不要走，拍得到的话，就代表这不是幻影了。可是它看起来很像幻影啊。我拍到了吗？跳走了，而且我解除成就哎，我们拍到的是什么都没有，而且我错过了一些东西了，那有点可惜。我们拍到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影像，原来是这个意思哦。